我想呢，当然今天看了这两位朋友的这个示范跟分享，我想在请的 S 最后有没有这个小撇步再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呢？首先呢，现在那个市面上有流传很多很多，比如说你平躺在地板上，那招叫什么来着？这样撑住是练核心的那种。然后或者是你只要做什么什么一些夹毛巾的动作，你就会瘦。那些其实真的不会让你变瘦，就是你本身是胖子的话，你只是会变成一个很硬的胖子。是，就是如果真的要瘦的话，一定要做心肺。可是因为像我膝盖不好，我没办法跑步，所以我的心肺就是会这样。这样跳，就是你就原地跳。然后最近我最喜欢一天跳多久呢？大概20到30分钟，可是不是单跳，因为我现在最喜欢的 schedule 就是早上喝完咖啡，然后吃完地瓜，然后你就会很想要上大号，是，然后上完大号一切清爽之后，你就开始在厕所放那个 hip hop 的音乐，就会跟着音乐，然后就对配短裤，然后配那个露肚子的那个背心，然后就你知道吗？然后一定要这样大腿打开蹲，你知道一定要那招那个。就是一样的，练这边一定要跳到全身冒汗，那个不但有心肺，而且可以练到核心，而且会感觉自己很性感。是，那是我个人现在最推崇的减肥法。然后另外还要搭配克兰斯，它会让你的肌肉紧实。我们的比基尼美体霜有没有？而且其实我知道你自己在家里，其实呢，除了刚刚我们教的这三个步骤，你还会再特别按摩大腿的部分。对，大腿这边也很需要滚它。独家的配方，是，很多地方都要滚。所以真的哈，这个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啊！是，大家选对品牌，用对方式就 OK 咯。